瓜香都闻到了，木瓜香真的是非常棒。那个国产木瓜香气诱人，直播主持人反应直接，要先吸引观众目光。至于水果甜不甜，切开来吃就知道。对，我们享受，大家用眼睛吃，然后我们现场用嘴巴吃。透过镜头推销产品，不再是电视购物的专利。企业主利用网络直播，既省钱又能和消费者及时互动。由科技公司开发随看即买网购平台，让观众直接下单，带动业绩成长。不用担心客户会跑单，那甚至在结账方面就很快速。那我们可以直接可以看到我们的客户管理，我不需要再去自己去做登记，这对我来讲就非常的方便。那因为客户的跑单量减少了，那我可以直接在我们的业绩上的成长就20%的成长，我觉得非常的棒。透过随看即买快速结账，让客户弃单率从70%下降到10%，还能省下客户管理和人事成本。科技公司从去年第4季上线，不到一年时间，已经有800多家厂商洽谈合作，还同时拥有台湾、中国和美国等48个国家的发明专利，让台湾的原创技术经由代理平台到各地营运。美国消费心理学说，购物是一个冲动，只维持76秒，所以当他介绍这个商品，当消费者感到满意的时候，他就可以立刻去做这个下单的动作，去做购买。我觉得也可以帮助了很多在偏远的小农里面，他可以开始自己 promo 自己了。打破传统电子商务只有图片和文字的限制，随看即买网购平台要帮小农和厂商增加曝光度，还要延续消费者的购买欲望，刺激买气。台播大台北数位新闻邱世明采访报道。